美洲杯战报方面 ，A 组的阿根廷与智利在我国时间今天清晨五点左右硬碰硬，结果梅西踢入一个任意球，巴尔加斯则为智利扳平比分，最终两支足球强队战成平手。比赛第33分钟，阿根廷获得前场任意球，梅西操刀主罚，球画出一道弧线后飞入球门又下脚先拔头筹，这也是梅西个人职业生涯中踢进的第57个直接任意球，追平罗纳多的任意球破门数。下半场智利全力反击，巴尔加斯试图射门，但是被门将扑出，比达尔想要补射被塔利亚菲科绊倒，被判罚点球，比达尔主罚，球弹到了横梁，巴尔加斯头球补射破门扳平比分，最终阿根廷无法改写比分，只能以1-1和智利握手言和。 A 组另一场焦点则是巴拉圭3-1击退玻利维亚。